小天，这两个人你认识吗？到底认不认识？我能再看一下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照片上见过，他们两个的离婚信息都是我录入的。你的意思是你没见过他们俩本人吗？没有。这个人见过吗？他是警察，之前来过我们民政局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死了，是你杀的。他的尸体现在就在停尸房。为什么要杀他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杀他。小田，我没有杀人，你自己看。看清楚了吗？这行凶的人不是你吗？视频给他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说呢？说里边的不是他。亏他想得出来啊，他还真有创意。但我看他那状态也不像在表演。确实不是他。你刚才说监控视频里的不是他。准确的说，不是坐在审讯室里的这个萧天。什么意思啊？从他昨天晚上到今天的表现来看啊，萧天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双重人格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人的是萧天的另外一种人格？国外有案例记载，在一个人身上最多出现过24种人格。我知道这个案例。24个比例，不同的人格呢，有独立的性格、情绪，甚至是性别，所以在他人格转换的时候，也会发生一些生理属性的变化。难怪，看他柔柔弱弱的，感觉杀条鱼都困难。所以被害人很难对他产生防备。没错，这种人格的转换通常都是随机的。而且比较突然，当另一种人格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呢，那么作为主体人格其实是意识不到的，而且会被剥夺记忆，所以比较难被发现。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比较强烈的外部刺激，或者是童年的创伤。刚才我给他爸打了一个电话，他爸说，很小的时候呢，他妈就出轨，跟别的男人走了，所以是跟他爸长大的，所以他挑选的目标都是因为出轨而离婚的。如果真的确认他有精神病的话，可能会被免除刑事责任的。如果鉴定确认萧天在作案的时候的确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可能真的不用负刑事责任。那你都不
就白死了？什么就白死了？人是他扎晕的，那东西上面都是他的指纹，凭什么就白死了？他说不是就不是吗？就是他。我也很想把凶手绳之以法，告慰林东，但咱们是警察，尊重真相是我们的职业操守。强，你说的对，尊重真相。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萧天在行凶的时候确实是处在第二种人格。那怎么着，我们就搁这等他犯病啊？我去找他。咱们那枪的事查清楚了，在南山那边有个蓝鹰射击场，他们低价在东南亚那边买过子弹。刘伟不抽烟，你呀，把这给我戴上，一根头发都别留下。不至于吧？那你这么长头发，你也没戴。行，我下午去这个射击场看看。哦，对了。还有三哥，我发小说一审的时候没让律师说话，直接放弃辩护了。这个老家伙，他是想自个儿扛下来啊。就那个骆警官，啊，就你那个兄弟，那他就不能放你一马？哼，那样他就不是他了。对了，你快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吧。这地方待久了不太安全。行，我抓紧。王总，他来应聘教练。兄弟，原来干什么的？啊，刚从阿富汗回来。哟，雇佣兵啊。幸会幸会。身经百战啊，捡了条命啊。习惯有什么强？我刚进来的时候都看过了，你这所有的枪我基本都用过。没看出来啊！提个意见啊，钢弹壳虽然便宜，可是费枪啊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做生意得考虑成本呐、啊！啊，做生意也得讲规矩，不是？兄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一个民营射击场，从东南亚走私过期子弹，这不合法吗？我看你不是来应聘的，想干什么？王老板是个生意人，所以我想跟你做个生意。怎么个做法？告诉我枪卖给谁了，然后你继续做你的合法生意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子，你说什么话我听不懂啊。听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再好的弹壳在枪膛里也会挂渣，你今天要是不说，下次来找你的可就不是我了。兄弟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！啊，买枪的叫长毛，人在哪儿？我就知道他叫长毛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，我犯不上为了一个买枪的搭上我自己的生意吗？相信王老板不
愧是做买卖的啊，理解能力就是强。童仔，打110，就说这家射击馆私自倒卖枪支，让你打你就打，警民合作，懂吗？没事儿，乔博士，放轻松，别当任务。相信你不但没有杀人，而且你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女孩。据我所知，你还经常到社区去做义工，对吧？但是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房间里装摄像头啊？你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常发现家里会出现很多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。你查到是谁了吗？是我自己。你自己？我以为是梦游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我自己穿过那些衣服。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了吗？我有的时候睡一觉就好了，有的时候睁开眼，我根本就不记得我为什么在那个地方。小田，你是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做管理和录入工作的。这两个女人的离婚原因你知道的，对吧？女方出轨，所以让你想到了你的母亲，对吗？9岁那年，你妈妈跟别的男人出国了，留下了你跟爸爸。爸爸身体不好，照顾你很辛苦，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回来看过你们。同学们嘲笑你，甚至欺负你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反击过。你羡慕那些同学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所以你很自卑。长大以后，这种自卑变成了恨，你恨那些出轨的女人。你认为你童年所有的不幸都跟他们有关系，你也恨自己懦弱，对吗？是吗？你别说了，是吗？你别是吗？小田，你告诉我这事是吗？
惩罚那些出轨的女人，你觉得世界就公平吗？对，但是他没有这个胆量，所以我必须出现。喂，尚小雷吗？我是民政局的，你今天提交的资料里有一个日期填错了。不行，我明早就要交上去审查了。这样，我去找你，我们定个地方。这里，重新填上签字就行了。开门的这个就是长毛。你说，那天绑你的还是个女的？哦，那个好像是他们老大。就是这个味儿，那娘们身上的味儿我记着，就是这香水味儿。川哥，这回咱们能报仇了。证据咱们都找到了，怎么就这么就走了？川哥，
你不是一直在找害你师父的人吗？我看不用找了，肯定就是这娘们儿。多少钱？喂，今天这么早？啊，队长，滨江分局刚转来一个案子。淹死的？身上有两处枪伤。他们做尸检了吗？子弹呢？分局已经做了初步尸检，都是贯穿伤，没找到子弹。这尸体在哪儿发现的？是几个渔民打捞上来的。这个估计已经泡了一周以上了。嗯。行，等尸体移交过来，天华，你做一个骨骼扫描重建头部，姚倩晓比对 DNA，李东。老窦，你去查一下有没有目击者哈。嗯。乔永丽呢？嗯，李东的父母来了，他把他们安顿好就回来。干活吧。谁是明星？不就是个主持吗？不跟婚庆不一回事吗？你醋坛子发了吧？你快上一边去吧你！还打害羞了。媚俗。我什么呀？恶犬当道，你不是要保护我吗？哎，别闹！你给我做的？我特意给你做，你别臭美啊！没掌握好量，都做了一份，吃不吃？我妈做的好吃。你要有危险，我第一时间冲上去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啊？别掉链子啊！别动！干嘛呢？切！快点！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婉瑜需要提前备货，所以你至少需要提前一周预定。专业拆台的。谢谢啊。学你，学你，花店上门。收到这花的时候，估计咱这案子已经结了。辛苦了这么些天，是不是应该弄一条红烧鳗鱼犒劳一下自己？再有就是，我这回中的奖，你满意了吧？就走了呢？以后我怼谁去啊？是个好警察。
这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出的死者头像。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老陆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个人的 DNA 在监狱管理局匹配到了，来自一个叫刘伟的犯人，前几年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了刑，后来保外就医了。这不就是撞老头那司机吗？目击者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其他几个分局正帮忙找呢，得尽快同时调查这个人生前的活动。川哥昨天晚上来这 KTV 找一个人叫冯波，打听当年费正身边那些人，他后边还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刘伟的司机。这个人的 DNA 在监狱管理局匹配到了，来自一个叫刘伟的犯人，后来保外就医了。这不就是撞老头那司机吗？滨江分局找到目击证人了。你一直在江上开船？啊，开了有20多年，一年呢，有一半的时间住在船上。那天晚上，您都看到什么了？哦，那天晚上我在船上解手。我就把船开远了。所以你是听到了枪响，但你没看清是不是打中了？没看清楚。但你看到有两个人落水了。是。描述一下这两个人的特征。这我可没看清楚，因为当时天黑，我又离得太远。那当时您怎么没报警啊？哎呦，警察同志，当时啊，我都快被吓死了，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呀？那几天呢，江水很急，要真有人掉下去啊，我看多半活不了。哎呀，这另外一个人能是谁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人应该是高春。啊？记得这个戒指吗？我知道啊。分局发现刘伟尸体的时候，手里不是攥着这个吗？这跟高川脖子上戴的一模一样。其实出狱以后，他一直在查刘伟的事儿。为了成罪。现在有人要杀他们，动机只有一个，就是阻止高川查下去。哎呦，那看来当年那车祸没那么简单。师傅的事儿也没有当时我想的那么简单。那要不要跟黄局说一声，我就有机会为程队翻案。先别说了，师傅的案子是专案组在查，咱们查不上手。现在汇报了，咱们就查不了了。你要查？是。说实话啊，之前你把程队的那些犯罪资料提交上之后，我是心里有点小别扭。但是现在看呢，你这人就这样，认死理。行，你要查我陪你查。师傅就像那个灯塔，现在这个灯塔熄灭的那么不明不白的，你真把他查下去了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不给你打。师傅没有教过你如何去信任别人，他是你这方面天生就有障碍的。别叫他师傅。你不配、啊。
小朋友，你叫乐乐，对吗？你是坏人，你把老爷给砸走。来，妹妹，吃饭。我不吃，我想老爷和高春。你乖乖吃饭，老爷和高春叔叔就回来了，好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请了律师，是要准备上诉吧？不行吗？祝你好运。我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。说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高川可能出事儿了。我们在查一起枪击案，目击证人说有两个受害人。现在我们找到一个死者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高川。知道了。有消息我会再来告诉你。不用了，别来了。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赶紧走吧。就被剥夺。